老板，谢谢。这是阿成，一口面吃到底不咬断的阿成，吃面如其人，含直真诚，不懂得拐弯抹角。阿成啊，这一口吃不下，咬断分下一口不就得了？习惯了啦，改不了。其实啊，我小时候也不是这样吃的。哦，我小时候是阿妈带大的，我刚刚很清。有一次啊，阿妈生日，我就跟阿妈说：“阿妈，我要泡一碗泡面给你吃。”这样吗？好。阿妈，生日快乐！来，这大碗，跟阿妈当姐姐。叔叔跟我讲说，阿成，阿妈生日吃面不能咬断，才可以祝阿妈长命百岁。不要紧啦，你看阿妈不是没事，真的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被你吓死了。然后呢，从那天开始啊，我就记得我叔叔跟我说的话。那个古老的习俗，含直的阿成就一直记着。或许阿成心里也知道，不想断的是和奶奶的那份回忆吧。哎，阿成，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刚好在研发一个新的吃法，你来帮我试一下啊。好啊，等我一下啊。快好了。这请你的，一口尝拌面，一次一口，让绵延不断的味道常伴你身边。试试看，像阿成一样一口面不咬断的人应该还有很多吧。有这样的真诚个性，有一段想要珍藏的情感回忆，只要好好地放在心里，相信永远都不会断的，不是吗？我明天回南部，阿妈离开了。